原来北京真的有城墙，如果没有这段影像记录，我万万想不到北京城墙竟是如此壮观。1908年，一位旅华摄影师在北京乘火车时拍下了这段影像。透过视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北京古城墙巍然耸立，排列的长度宛如一条巨龙，看上去无比恢宏。而行人走在城墙底下，就如同蚂蚁一样渺小。根据历史记载，北京古城墙又名国城。元朝时期，北京城墙就已开始修建，并初具雏形。明朝朱棣称帝后，制定了天子守国门政策，因此为了保卫京师的绝对安全，朱棣在元朝城墙的基础上加以扩建并动工完善。伴随着火车车轮的滚动，古城墙在移动的过程中看起来气势磅礴。除此之外，北京古城墙在经济价值还有文化历史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还曾对古城墙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缮工作。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古城墙因用料扎实，且城墙厚度令炮弹都无法击穿，故而保留得十分完整。可惜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郭沫若等专家的建议下，这堵历经元明清时期见证过数百年风霜的古老城墙一夜之间消失得毫无踪迹。当时关于古城墙拆和留的问题主要分为两派，主张保留的是林徽因夫妇，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而这堵城墙便是文明的象征，同时也是历史的脊梁，因此要保留。但郭沫若等专家认为，这些老建筑都是封建时期的旧产物，不仅残存封建思想，同时还阻碍城市的规划与发展，因此必须拆。当时国人对于文物保护的意识非常淡薄，最终在1952年北京城墙开始拆除。看着这堵见证时代风云变幻的古城墙倒塌，林徽因夫妇就感觉像是在拆自己的骨头，林徽因也因此一病不起，最终于1955年含恨去世。伴随着林徽因的离去，北京古城墙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这段珍贵影像记录过他曾经的辉煌。